你就坐第一排吧，来打前锋。记得我们宿舍有两个，朱广运我记得是有，还有一个，他说是谁来的，不是很懂。我具体我记得也不是记得清楚，我记得只知道宿舍有两个。可能跑回去了。有种可能，他们是今天上午压根会没来。谁没来？就是我宿舍的两个，听他们昨晚说什么，他说什么今天上午想睡觉什么。今天下午。今天上午。今天上午。对啊，昨天晚上我睡梦中听他们这样说，在我耳边说。我们宿舍的吗？对啊。哎，那个人。不是我在说，我才不管他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旁边的叫什么？一点旁边的。不认得。再重复一遍，怕你的来记不住。我想到我的。我写的。啊？我知道是你。我也知道。我也知道。我也知道。但今天中午我们如果一点钟过来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要去抢出坡吧，因为抢完出坡都快一点了。中午没有出坡。哦。就中午有时候他不是会排出出波名额，就不要去抢。然后中午没有出波，中午是打扫。对啊，然后我们自己没休息，受不了。我知道。你们昨天是不是去那个了？就那个打扫五官的那个。你说中午的出波吗？哦，我中午是第六次。我中午不是打扫五官堂，是后面去那个打扫小食堂嘛，就是客人吃的那个吧。因为那边碗好多，它洗比较干净。我弄完后到那个宿舍里都12点，好像都12点半多。昨天在那个仓库。昨天最后就是我跟那个徐科嘛，然后还有个谁来的，就在弄比较晚。你要坐在五光堂里还会快一点。哎，这空调吹的爽吗？对，还有昨天机智的加了水。加了水啊？对啊，这就是水空调，没水不会制冷的。有蚊子在身边转。好啊。那不是小册子。我那天我用它转的。